开厄尤亚的话，他有大，其实没那么好开。剑魔先顶进来，卡进这个位置，一吸一下，时间秒，有机会秒，时间秒掉，直接秒掉了。大招，厄尤亚给机会了呀！卡莎直接飞进来，不对劲，剑魔这个进场的位置太吃力了，加里奥也被砍住。嘎啦一个大招甩四个，一身的轮子，回血了。阿姆特的大招要断了 ，Q 一先震起来，这波可能两边要打到这儿就算了。哎，这一下抬回来有点危险，一个 Q 技能，哎呦，凯瑟这下没有勾中，打得很凶，嘎啦必须得用自己的胸守这个先锋。但感觉二次接团的接不了了，就只能走了。卖的要强一点，卖的要强一点。这样的话有点亏了呀，而且上路兵线其实前面一直是很差的兵线，被白砍了一会儿，晨晨这波是白亏的，剑魔还拿了一个头，晨晨血亏这波。直接开小火，小兵接架，打一套，又是南墙一个大，拿下人头，选择向后打。开在这个位置交出大招，震起两个，再走位，完美，走不掉了这个位置。下一个纸应该是稳稳命中，南墙能拿到头吗？三杠零南墙，游戏结束，先锋也浪费了，能 C 这把南墙能 C， 这个岩雀很装玩的，会装。主要 RNG 这个控制链开刀是不给你机会的，是的，而且 RNG 最需要就是南枪肥，南枪一肥就是质变这个阵容。嘎啦的补刀线遥遥领先，怎么突然领先这么多，跟前面一样的。上路晨晨九级打十级追着打，哎，下路打起来了，第一时间被开到这个女坦完全不慌，南枪直接起脸输出，再拿一头。厄尤亚这个位置吸大招向后撤退，下路这个防御塔要被点爆了，双射手全部起飞。节奏已经来了，双射手的节奏全部起飞了。真的敢开吗，麦的？你这个位置，嘎啦有喷火，这波有狂风加喷火的连招，一勾没有勾中小威，给压力，撤吧。说实话，对于麦的来说，这波团真接不了，卡莎血都没多少了。直接封墙闪现进来，操控两个大招下来，机会一定往后挂，但是这样小虎的位置被分割以后，正面战场南墙的输出环境直接无敌，加疗先倒的情况下，武器顶住，直接看这什么伤害，半血瞬间秒了，晨晨来波 triple Q， 龟龟，游戏结束，能不能越？感觉打强势一点可以越，直接一个一闪小明打出血性，帮忙扛塔，晨晨必须杀完今天。哎。不急，拉扯一下，有点上头，但是血性打出来了，而且这波双 C 站到了最后，很舒服。其实这波安吉是可以不追的，但是他们要打出血性，很刺激打的。这剑魔真别装，真别装，被加里奥嘲讽在那儿秒塔，秒塔。哎，直接越塔，卡莎的逃跑路线很干净。算了，推你个塔算了。是的，算了，青灰夜宁直接甩过去硬来呀，干嘛？闪现过来通臂这一枪没有中，岩雀直接开大过来，厄尤亚根本顶不住，配合助理两枪直接点残。剑魔过来以后望着对方四个人，不太对呀，被包住了，这下不太怪，有点怪，位置稍微有点怪。南枪过来以后两枪开的这个血量直接大招带到，全亏死了，后排直接融化。嘎啦这波打出了血性，嘎啦。总会躲了很多技能，他那个 Q 差点预判到卡莎，如果预判到以后有卡莎，卡莎直接躺。是的，没预判到，可惜了。就等四分钟啊！你这四分钟只要不出事，往里挤，就相信。哎呦呀，这个位置第一时间被烟雾弹蒙住了双眼，小明直接开。哎呦，这一下定在原地了，但还是被点出来了。小明得撤走，这位置。这个位置感觉再追可能倒霉的是哎呦呀。这位置真的要追吗？小明很肉的，青灰夜宁直接烟花甩开，配合小薇的大招把后排炸碎。大龙了，这波可以逼，确实可以打。主要是 Eroya 已经没血了，直接打小明看有没有果子，没果子在旁边看一下 OB 一下，不能再掉血了。岩雀在侧翼啊，欧尤亚把血补上来，这波不是很好，看一下第一时间被隔断了，哎，这下有点稍微危险，小薇这个位置吃了洒出阵，被打了一套龙，持续在喷，呈现危险，但在侧翼，晨晨侧面照进来了，晨晨三下带走中单，加里奥直接大招进场，但是大招进场都是侧翼，致命节奏一触发，还在这个位置直接起脸输出，一技能一转，征服者再出 Q 三斩到一刀直接砍，不太对，不太对。没必要浪了，其实就等小龙就完事了，有点浪，太随性了，对，打得太随性了，打得太强势了，是的，赌命了，这波药靠 F6 吸血，想吸血吸得很慢，这个位置加里奥的位置不错，加里奥进场直接打出两个闪现，这位置不对劲，
建模先拉扯一波，嘎啦的输出环境很好 ，Breeze 经常找 Amt， Amt 这个位置被落单 ，Amt 要被秒，哎呦，回这么多血啊！怎么能这么回啊？金辉也向前，嘎啦放烟花了，但是没有炸得出一个好的效果，还是稳的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龙拿掉，火龙魂有了，其实局面还是非常稳的。是的，这个封路无所谓，龙魂已经拿到了，嘎啦单防，一个人防四个，火龙魂拿下了，游戏结束。阿姆特想干嘛？阿姆特，红白，不是建模这个位置，直接开 run， 阿姆特已经提前埋伏到了三角场，想干嘛？第一时间五千的血，但是火龙魂很快的，大龙 run 掉了，已经 run 掉了，武器继续带啊，武器有 T 有 TP TP 还没好，好像，但是在徒步赶过来，第一时间直接一亚开，鱼潭可能要被留在原地，对，鱼潭级的配合满了，直接后排全部被融化，南枪被瞪了回来，卡莎拿到了南枪的闪现，但是嘎啦直接四打五杀完，通臂一枪带走卡莎 ，Triple Q， 我感觉陈晨都可以不来了，陈晨相信一下队友，直接一波了，可以四打五直接杀完，顶进来，加里奥这个位置伤害好高啊！男枪收集者直接斩杀掉，是的，配合上结束了，火龙魂直接斩杀掉了，我感觉一波了，其实三路翻盘最近还真的蛮少的，真的翻很难翻。三十一分钟拿下 ，Mad 差不多，我觉得。哎，这一抬抬中，但是已经不掉血了，是的，而且没抬到撒石阵上，三路直接稳稳拿下 ，RNG 选择最稳的推进。没问题的，RNG今天状态。第一时间加里奥冲进去，金身拖时间应该是要融在这里出不来，但是双门压塔应该是要瞬间倒下的。嘎啦向后撤退，找一个不错的输出环境。陈晨直接买 AD， 差一点。交出自己的大招以后，在侧翼的位置 ，Niski 被留在原地。要不要再杀一波 RNG？ 再往里一点，好像想杀，再杀一波，再杀一波。嘎啦，算了，理智一点，嘎啦，不虐拳，素质可以。推基地，恭喜 RNG， 恭喜 RNG， 今天找回了自己的状态。哦呦，确实这把打得好看。是的，他们这个阵容其实就是要一直干架。我认真讲，不严谨，就 RNG 打得没有很严谨，但是气势打出来了。他们就是想打的一个强势，就是他觉得打这场只要能赢，不管怎么样，给你越塔换人头都是赚的。嗯，他们是这样理解的。确实，该拼大龙的时候就拼，你人过来我就开你，就真的很打得很强势，自信、强势、血性。说了，卖的其实稍微有点虚，稍微有点打之前就说了呀，就是有点虚。可能有很多人说觉得我们在开香槟，但真的其实卖的，你看能看到就是跟RNG还是有差距的。RNG其实这个阵容让他们了，这有点没道理。我只能说RNG练出新东西了，他这个野核打的确实不错。确实，但这个阵容我觉得打更强的队不一定好用。先能拿出来打赢，就说明有自信。嗯。BP 其实 RNG 可以再那个再精进一下，对，我觉得，而且就是这把其实游戏内我们就像刚刚说的 RNG 今天就突出一个想打，是的啊，打架这个阵容是完全没问题的，是的。